过，在那边开始募款。开学第一天，老师分享了美国时事。对于休士顿地区遭逢飓风受灾，圣荷西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们有备而来。来，小朋友，来，你们，谢谢你啊，感恩。知道捐钱给谁吗？谢谢你啊，没有。在西雅图慈济人文学校的开学日同样是热闹滚滚，但是也爱心满满，因为除了学生之外，陪伴出席的家长和慈济志工也都在爱心箱里投下对于德州灾区的实质帮助。谢谢，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报道。